人啊，都有做笔记耶。看到啦，笔记一掀开，好整齐。三个加工，整个就设立。对，我把它写记分。很高兴今天能够上来分享茶书班团，两三年来进出业好几次。你曾经八年前开始写，我想有一天要把熏法香笔记呀、啊、来做个展示，而且呢，也希望啊，这前情讲。这都是将来哦，师父要发的哦，发精进修法前情讲，这值得勉励。因为呢，就如今年呐、啊，年底冷啊，年初也是很冷，每一天早晨就会看看天空。感受气候啊，今天这么冷，这个时候有一群弟子呢，也已经天未亮啊，四点外应该呢都是冒着风冒着雨到了这个熏华的道场去闻华了。当我要跨进了讲经堂的时候，总是呢由不得自己升起了一股自我勉励，同时呢也是向外感恩。感恩的是弟子们真真是我的知音者，有这样的知音文化，说华人呐、啊，怎么能懈怠呢？这都是给我一股很大的力量。这一次，我已经见证到了弟子们的用心、虔诚、文化，又看到了，看到了我们的华清观法，我会很开心，我也会很放心哦，因为我爱的都有人在关怀，都有人在爱，而且我们永远呐、啊、都要学习，成就自己的品德啊，修行。是为自己修的，我们要感恩，感恩整个团体呢，让我们有这样的环境。我们要成佛，要在人群中，那实际就是一个大环境，大众中的人群，所以我们要时时感恩。慈济人这么多，每一个人呢都不相同的生活背景啊。那我们既能在这样的汇合在一起，我们应该要时时提升到了平等。慈悲平等观，人与人之间要先来一个感恩呐、啊，因为呢，慈济是我们自己所选择人生的最爱，既是自己选择，也是我们这一生中的最爱。那这一条路呢，是要孤单一个人走吗？孤单一个人来走，那就不成一条菩提大道了。
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大条的菩提大道，我们要先来个感恩。因为呢，人间啊，就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呢，先在人间铺平了这一条人间路，然后呢，让我们有一条成型的大菩提道，这都是要很多人来铺，很多人来成就。今天我们都已经用爱铺路走过来，辟成了一条人间的菩萨大道。我们的周围啊，每一位菩萨在你我身边，在你我前后，我们应该呢彼此都要感恩。在感恩啊，感恩中啊，还要说尊重。各位菩萨们，感恩尊重爱，要从自己做起，每一个自己做起，不要以为哈、哦、说啊，因为呢家世啊啦，啊讲话真可惜。不应该安尼吼，我们还是呢要有那一份的圆融、感恩、尊重。没有你，没有他，我就无法呢成就了这样的大道业吼。所以大家一起都是为了爱，爱，爱天下。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人群中，要安怎磨出了呢？尽心力、负责任哈，那人与人之间很圆融，那这才是真修行者。修行爱有修定呢，那你形象永远永远拢是印在人的心瓣里，好好呢。把握今生啦，咱的时日唔通空过，啊唔通空过时日啦，也嘛都爱好好呢，哎，成为人间菩萨吼、哦，这些难得人生啦，咱会当安尼看到恁伫咧发心关怀，似乎真欢喜，难免啦。今生的结果是过去生的因嘛吼，但是呢，咱今生呢，也都爱搁做因呐。这粒因的种子呢，爱压在每一个人的心灵。咱若来生呐，搁再相会时呢，就是较好的印象。所以我定定要甲大家人讲哦，似乎过去生一定有甲恁吼结袂少缘呐。而且呢，我想我过去生呢，在恁的心瓣里吼，应该嘛是印着吼，真好的形象才对啦吼。那所以我希望当人，哎，把这个缘呐、啊，众生缘呢，要不断很密集的结好缘，唔通吼，把众生绝了缘。咱若把众生绝了缘呐，咱来知影人生无常，即世人听经啦。甲众生绝缘呢，你家己既不自度，也阁袂当甲众生结好缘吼，啊，无法度度众生，那安尼呢？咱这世人，敢毋是白听烦呢？吼，总而言之啦，希望大家爱用心，那爱安怎样有法度结甲众生结接触？所以我无希望讲哦，自亲的人就自以为我自亲。咱来人人自先，虽然咱落实社区，但是人人呢，那咱也是伫咧关怀的时阵，希望人人拢做得到吼，啊，会当去关怀，啊，会当将咱的经验呢，咱较早是安怎伫咧抗战吼，那
这不是说什么人多专业、哦、那其实呢大家人都也学出来啊。那这个黄世慈也不要以为说这个黄世是很专业的，只有我最专业而已，我最高而已、啊、你们都不知道，所以你们不用去啦，这样子是转了别人的眼、哦、这都不可以、哦、那主这人多一个人会到不用接近众生呢，主这人人人应该都要接近众生，所以大家人要时时多用心哦。